台湾天后蔡依林一连两场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，这天已经来到尾声了。九令的劲歌热舞仍然是演唱会的重头戏，而且九令更为大家准备了惊喜哦。听说哪一首歌，哪一首歌是大家很想听到的歌，然后一致通过就是喜帖街，所以我就特别练了，然后还让我的发型师纠正一下我的广东话，因为他是香港人。在演唱会途中，更有粉丝催促九令快点结婚，还当众脱衣服啊。那我唱完你才能穿上去吗？其实每一场演唱会都会有一些歌迷自己非常有创意的，然后唯一香港的红磡歌迷非常有福利，是因为靠我很近，所以感觉很像是开歌友会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化学作用是最棒的。我觉得大家不用着急，就是如果真的有喜事会再告诉大家这样子。另外，原来九令的男友景荣也有来香港陪伴九令哦。这天开唱前，两人更被拍到手拖手去逛街啊。那不知九令忙完今年的演唱会后，会趁共党跟男友来个二人世界吗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我就是应该会出去透透气这样子，而且去哪我也不会跟你说。